其实我觉得唱歌真的是一件可以让大家都很开心的事情，嗯，啊，特别是有自己喜欢的电视剧，然后可以唱好听的 OST，啊，我觉得就是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吧，可以又沉浸其中然后继续的共情起来，嗯，对，我觉得唱歌不管是唱得好还是唱得不好，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就是最开心的事情。那刚才看大家翻唱，其实心里面还挺感动的，哎，这个听到了，听到了，这位歌迷的呼声，你谢谢，再大声一点，谢谢。现场龚俊的歌迷来举起手，我看一下。是的。就希望待会儿我们唱《天问》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合唱吧，也算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。谢谢。好。